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我六个机制，侠客风云前传幽冥录第二期。小花鹅阿森寒冬时节严丹森气血就死。虚影虚无界中的幻影，幽冥之力。好，它不会移动，所以我们小心一点走就好了。刚刚他打得到我哎，所以小心小心。这个他能打得到啊，小黑狼。好痛哦！哇，格子那么圆。哦，就在攻击范围周围现身，好像气血只剩四，先休息一下。半醉绝夜，神音断阳。哎，你出来干嘛、啊，王八蛋！这里好像不太好，可是不走这又好像很容易被打。我们判官走很快、欸，好，我现在还有五滴血，冲啊！哦，还暴击我！只剩三滴血，快啊！这一集在干嘛？不要被打到，会不会死掉、欸？我超怕死掉了。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行动距离，死掉啊！好，重来。好，我们重新来的时候，我们顺利的到达蓝色格子处了，赢了。符咒定心丸，破晓时分，远处传来鸡鸣。还有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有什么东西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你骗我！等一下可以再进去一次吗？不对，你有什么东西？没东西吗？就得到一个符咒。我们再进去一次。不信，真的耶，就这样子，傻眼猫咪，我再check一次，我不信。
对啊。好，我再 check 一次。好，第二次过了。没动什么东西啊。破晓时分，远处传来鸡鸣，一样啊。没了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还是要三，就是总共可以执行三次，每一关都要过。好，那我们玩三次看看，三次都通过看看会怎样。好，我猜就是这个系列的关卡应该不是只有一关，那就是可能会有下一关，可能这个系列全部完成之后才会得到一些东西才对，大概是这样吧，我想。OK， 好。那我们这期照片结束了，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频道主页放图片两个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以充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次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